不用。卖环肉已经上来了。你看，他竟然连袜子哥都不要了。那小狗又爬得很快的。拜你不要再自己说自己了。舅舅。你不是快上，请在爬楼梯哦。我们爸爸上楼太累，就自己把他丢上来，让他爬上来就可以了。你会爬楼梯啦？他刚刚人生第一次，要过来。嗨，舅舅哎，我自己爬的。有成就感。快成功了。那只小好棒啊！哦，来这里了。他想退下来。这里啦，来上来吧。让他退，让他退。在这里吧。让他退，练习退的不错。你要下去了，你要上去还是下去？这个后面的阵仗就完全看出大家有多小心，三个人站在后面，一定要小心的啦！成功！去找舅舅，去找舅舅，去找舅舅，舅舅，舅舅，因为我这里有电视啊。哎，赶快